食材，不过这一道我们要做的是煎猪肝，很多朋友就怕了，这猪肝能煎吗？鹅肝能煎，因为鹅肝是熟制的，而且油多，这猪肝生的把它煎熟。而且油特别少，因为猪肝呢，我们都知道它里面脂肪含量非就常非是，常低，我不会行，煎得非常干。顾老师行吗？不行，我在家里是不敢高煎大的。师行吗？可以，可以，高大师可以。这道美食还是酸头的，全名是什么呢？那我们就是香煎干尖儿，香煎干煎，干尖儿，啊，现改刀是吧？那我们改刀呢，要比我们滑油的那个要稍微厚一点，厚一点。我刚差不才多注意1公分左右。你这几公好像分呢？停，大叔不要动，1公分。你这个厚度，我就觉得有点像传统型的吃那个鹅肝的鹅厚肝度的了，厚度差不多。就超厚的，你看不见？这么厚哇！好像就是熟鹅肝的，可能我估计它一煎呢就会薄一点。你看，咱们熟的鹅肝差不多也就这么厚。就是很厚，而且我发现大叔你这个刀法吧，它不是平的，它是那种棱棱棱，就像，就是那个你知道吧，瓦楞一样这的个东没西。关系的，这个有没有棱呢？这个没关系，啊，知关道一键下是也这个行，厚度呢在1公分左右1厘米，啊，1公分左右呢，就我们翻正两个面来煎，差不多一个面煎2分钟左右，这样呢它就能够完全的把它熟透。哦，2分钟左右。好，今天大厨呢给各位切好了之后呢，重点强调1公分的厚度。我们先加点油润润锅啊。这边呢，我们把这个猪肝呢，先给它腌制一下。啊，也要提前腌。对，那给它来点盐，然后来点酒，鸡蛋。也是用蛋清的位置吗？全蛋吗？全蛋就可以，因为我们今天的猪肝比较少呢，我们只用一点点鸡蛋就可以，先把鸡蛋打散。用一点全蛋液，可是不担心那个蛋黄的颜色吗？不会啊，这个不要担心啊。这个鸡蛋呢，在这里面主要是干什么用呢？哎，沾粉用的。就是一个拍粉用的，粘合剂的作用，是吧？就像我们那个做什么鸡排、牛排的那个对，排，然后为了外面要裹一层面包糠，所以裹一层蛋液，是不是？是是是，一样的道理。这个道理呢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这个呢，就是我们和煎鹅肝不一样的东西了啊！那我们这个过热了之后呢，哎，我们给它再倒点凉油，凉油热过凉油，油就是防止防止它粘锅。粘锅，这准备的是面粉吗？面粉一定要用面粉啊！这么厚的一片肝，对，哇，我真的很担然心后大厨把今它天大厨今天不会现场就玩丑砸蛋了，就砸了，是不对，是？我们一直担心。砸的话怎么办？是啊，砸了重来，不可能的，我相来。信大厨的水平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个开火哎，煎啊，要有一点重是大火，大火就可以，因为大这个火煎油温还不够啊。哎，而且我发现你这个油温是大概3成还不到的时候就把它放进去了。这个呢，就是油温稍微高一点都还可以，5成热的时候下锅就可以啊，这个时候下锅就可以了。5成热的时候下锅，五成热下锅啊，5成热下锅，蘸的是面粉，蘸面为什粉，么不蘸淀粉呢？淀粉它非常容易脱的啊，就是。面粉它更粘糊一些，吸附性比较好一些。对，它里面有这些精力，所以吸附性还是好。是，可是我想说这一道会像是我们平时的时候，这个煎牛排一样吗？就是一面透了之后再翻面吗？对，不能来回反复的这样子弄。也可以啊，咱们只要在家里把它煎熟了就可以。这个猪肝呢，它的和那个牛排的要求的那种那种程火度呢，候没有必要要求的要那求么这么严高格，啊。是3成，然后我们这边没半分错。钟，那边然后必须立刻翻对，火。像煎牛排呢，它也是几分钟能够进到多么深的那个厚度啊，它的热量能够传递的多么厚，是这样子。那我是这们样。为什么说要2分钟呢？也就是这个概念啊，它的这个热度往里传的时候呢，因为它毕竟和这个铜啊、铁啊它不一样，对，它是肉的东西，它是一点一点的进去到它的内部去的。哎，这样子呢，就是我们在煎一面的时候，哎，差不多快熟了，把它翻过来煎另外一面，就这样子两面一块加热呢，哎，就会好。2分钟把它煎到两面成熟，就可以了。你看它这个猪肝呢，这个。有的时候呢，它会出来有个血点，因为它这有一个血管呢，有时候是我们是把它纵向切断的，然后它从这个出血点出来以后呢，它肯定是不熟的，那我们就给它翻面，给它煎到另一面，再煎一下，是这样子。那有一些呢，就是基本上已经熟了啊。今天这个我也好想搞一个苹果片，然后垫一个那种
面包啊之类的，就像吃鹅肝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像吃鹅肝一样吃法。就在家里面，你跟家人说这鹅肝也能骗过去，也能骗。对，放一西兰花，然后放一点，是不是？这个西餐的配料，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。还可以的，还可以的。而且发现它加了一点糊之后，它会更大、更蓬一些。对。好，这边我们要给各位准备一个算是芡汁啊。那咱这个猪肝煎好之后呢，我们锅里稍微放少许的水啊，这个不需要很多。然后呢，差不多有8克左右的盐，好，放点糖啊，这个糖的口味呢，让它稍微重一点。糖和盐，这样子调一个汁。然后呢，给一点醋啊，这个醋呢，差不多也是5毫升到8毫升的这个醋，就是什么醋都行了。就这个醋呢，在里面就是用米醋就可以。米醋啊，尽量不要用那些陈醋啊，海鲜醋啊、香醋之类的那些啊，它那个味道太浓。太浓要清淡型的、清新型的。就这样呢，为什么要有一点点醋呢？因为咱这个煎的呢，它的那个油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。对啊，这样子给它加点醋呢，解一下腻啊。好了，一开锅就可以，我们也不需要勾芡，又勾芡也不用，就直接这样子清汤的。对，就是一杯小清水，完全就是为了什么？为了把它那个腻给油啊给它解掉。然后还淋一下。不需要我说的那个什么苹果片啊，苹果片什么馒头片，直接吃就可以了，有汁的是吧？然后呢，我们就点缀上一个香芹的叶子就可以了。OK， 好，来吧，现在我们享受一下，用刀叉，我觉得都很符合这个情境。对，来吧，享受一下。来一块儿。哇，很香的一块肝，而且很紧致。这次不是嫩了，它是能吃到那种肝的纹理，有肉的口感。我觉得非常香。哇，你看它这个切面呢，它的这个孔洞呢不是很大。就是也就刚刚熟的那种感觉。没错，很好吃。在家里面你试一试，不光是鹅肝能煎，猪肝也能煎。